七，这就大不了了，最大了。OK， 你往上吧，往上，对，对，往上，往上，高一点。你再扶着点，然后掉了。你看，我再来个弄个一，看能吸得住吗？吸肯定不行。哎，一也行。主要在时间那。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你看，没多大区别吧？有区别，力度会强一点。刚才到那个九，到这个地方调高了，我的手心都就是跟拔罐似的。对，有那个感觉。你再吸一个看看，就这个一。一，你放一下手哈。那个扣风有点烫。那坏了吗？哦，那是。就是跟拔罐似的。你听这个，你看你要这么一放，它这个上次那扣风那儿，它就是有这个噪音是吧？对的。你看这负压它是不是有声音吗？它那跟吹哨似的，你记得吗？它那吹哨的声音有可能就是。他怀疑那个管坏了的原因。它吸力大吗？不大，它吸完之后都没有红印儿。那就是说手柄可能是手柄有点问题。这吸力很大的是吧？这个手这个手动骆驼。七，这个时间能调到九吗？还是？那 L 是啥意思？不限时啊？就不是 ，L 是等级呗，是吧？它就是时间 ，L 就是一直一直不放呗。对，你看不限时吧？对啊，对 ，L 你看它就不停嘛，是吧？哦。L 就是长嘛，长时间。这个就吸力的大小，下面这个 vacuum。手就好了，好了，这下坏了，啊，不停了，一直吸着，还不掉啊？